商家推火锅电影院爆红，边看边涮肉，爽客生蚝鲍鱼，中国大陆三客硬化，是一个集合戏院、西餐厅与酒吧的多功能文化空间。它以一边吃西餐，一边看电影作为卖点，在北京、成都、广州等地都有分店。而全新企划火锅电影院推出后，更是在当地掀起一波热潮。在电影开始放映前，工作人员会先将食材放到座位上，顾客入座后就可以开始烹煮，且每张桌子都有放置小夜灯，不怕光线太暗看不到火锅。另外，商家也在影厅天花板装设多个通风管道，避免火锅蒸汽影响观影体验。电影院工作人员表示，虽然整体装潢类似传统电影院，但它的功能更像是一间餐厅，只要遵守消防安全规范，这种创新的用餐体验就不会有安全疑虑。